啊，老四是37分99秒。小迷糊提前预热，熟悉地形呢。小迷糊熟悉地形呢，你看啊，活泼好动。迷糊说：“过来来，迷糊坐这儿来，迷糊坐，迷糊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迷糊来，坐好了，不许动，不能乱动啊。”好。粘苞米拔棒啊，家人们啊，想拍粘苞米的好朋友们，啊，来，金花看到小零食了吗？闻着了吗？闻着，闻着了，好啊，好，我早就把你的眼睛给你蒙起来啊。这个游戏，这个规矩就是，哎，就这么残酷啊，牛花，残酷不？牛花，你觉着？是不是特别残酷啊？迷糊说一点不残酷，有点残忍，好残忍。啊，你们唱去，钓起小的兔玩，玩不玩？玩唱去。啊，你看小迷糊好像能听懂我说话呢。我说你，我小迷糊不想往里套，我说你套他，不套玩不了。啊，小迷糊说套。我感觉小牛好像听懂我说话了呢，家人们，啊，是不是？不许动，牛啊！脾气怪不行。小迷糊啊，能看见我拿着什么东西吗？迷糊啊，迷糊啊，看好了啊，嘿，方，嘿，走，这名小迷糊啥也看不见，这名小迷糊啥也看不见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我准备好我走去，不许动啊，迷糊啊，我就准备那啥。准备秒表，35分09秒，啊，肯定是到第一了，肯定是第二名了啊！我把这个，不用动，明白，坐好了，明白啊！好，我放在同一个位置啊。放在同一个位置上，好，各就各位，一、三，走这么快，哎，小迷糊，但我感觉啊，那要看。17秒57，啊，我感觉好能看见呢，啊，不对呀，我不行，我检查一下子啊，我也不敢相信小迷糊的这个，你是不是能看见？他是不是能看见？我感觉你好像是玩赖呢，迷糊，啊，根本看不见。我怎么感觉他能看见呢？不行，我有点不敢相信。我觉得有水分，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再看一遍，来，我觉得有水分。过来，小明来，你说他怎么知道往这边走？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啊？他可能看不见，坐了，过来，明白，坐下，明白，过来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边呢？啊，不知道，明白，不能动，是不是上面能看见？上面，上面也不可能看见吧？来，不知道，明白，不知道啊。不许动！
你往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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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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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啊！好，退回去，好，退，坐好了，预备，上。嗯，不能，不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嗯，这没在这，没在这，没在，没在，没有。哎，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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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17秒59啊，家人们，还是17秒59啊！哎，不行，不能再比了，再比下一次小牛不得他妈10秒之内呀、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啊，还是刚才还是按17秒59那么算啊。哎呦我操！你看他是能看见吗？他能看见，他知道那是墙。你看小明撞一下子，你看他知道那是墙，看了吗？小明过来，明儿来，明儿过来，明儿过来，上哪儿去来？明儿过来，明儿，找老爷，找老爷，明儿听，老爷在哪儿呢？明儿，上来，上来，明儿上来，上来来，上来上，上来明儿上来上来上，小明上来上桌上桌过来来。小明厉害。怪了，迷糊好了，啊，小迷糊现在目前为止取得了1名的好成绩，啊，啊，不满意，妈了个炮的，啊，给你比了，让你比了2把，你还不满意，我操，小迷糊蛋子真行，哎呀，你说小迷糊那些戏可真多，还知道摇摇头说不满意，你说这，我是不是刚才问小迷糊了？我说小迷糊，你取得了1名的好成绩，你现在满意吗，迷糊？他刚才突然摇了摇头，不满意，哈哈，他们真行，啊，行了，小迷糊，啥也不说了，恭喜你获得了1名的好成绩啊，迷糊，来给奖励个小零食啊，一、二，你看见没？小迷糊一不叫唤，全家的狗都不叫，为什么别的狗玩的时候就叫唤呢？为什么小迷糊玩的时候就不叫唤呢？家人们，我就想知道了。是不是呀妈，我就想知道了，为什么小迷糊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都这么安静呢？是不是由于小迷糊语的原因造成的呢？啊，迷糊蛋子是不是？哎呀家人们，真的小迷糊蛋子又是我对他来说，家人们又生气啊，又感觉哎呀咋的都不是啊，又可气又可恨呢，老铁们，又可气又可恨呢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大家伙喜欢吃东北辣白菜的啊，东北辣白菜16.9，啪一发3斤，一袋是1斤啊，而且每一斤呢都是一整颗的辣白菜，一整颗辣白菜全是好白菜。喜欢吃东北泡菜的，东北辣白菜家们啊，咱们可以拍的直接吃啊。哎，你是拌面吃啊，还是怎么吃啊？家们都可以啊，辣白菜好吃。来，给小明一个奖励。好了，下一位有请谁？